是2008年李连杰和成龙、李冰冰及刘亦菲在电影宣传活动中的合影。成龙和李连杰两位大哥谈笑风生，刘亦菲和李冰冰笑得很是灿烂，回应两人因戏份不合的传闻。两人公开亮相的服装风格也大异其趣，刘亦菲衣着端庄典雅，李冰冰却大秀性感，低胸上衣搭露腿热裤，一个青春可人，一个成熟性感，